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JYP 娱乐的 박진영. 因为出演 宗教 YouTube 影片 并讲述圣经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首先这个 YouTube 频道名叫첫 열매들, 从4个月前开始就上传了影片, 目前为止已经更新了22支影片, 而所有影片都限制了留言功能, 然后就在今天也更新了新影片, 影片内容主要是 JYP 本人在讲授圣经的内容, 因为 JYP 之前在出演综艺节目的时候说过, 自己与亲友们会聚在一起读圣经, 但是自己没有特定的宗派, 也有一阵子 JYP 引起异端救援派争议的时候也说过, 虽然有学习宗教, 但自己仍然是无教, 所以在 YouTube 上传的这些宗教影片,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都知道引起过争议了还公开的这样太奇怪了，要做也要先隐退演艺圈后再做吧，旗下艺人也会被骂的，这样的话旗下艺人也会受到困扰吧，形象最重要的职业被沾上救援派的话怎么办呢，圣经是可以这样随便谁都能教授的吗，真遗憾这么聪明的人也会变成这个样，真的要提起精神生活了，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说实话 JYP 已经拥有了财富名誉，这一生都可以活得舒舒服服，但是却公开做很容易被骂的基督人，自己选择了很难走的路，我觉得很棒，救援派什么的都太不像话了。 看影片的话，就是非常详细的解说圣经而已，只是一个很健康的基督教徒而已。对于 JYP 的 YouTube 宗教影片，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鸟们非常害怕的稻草人。 哇，是吧？太可怕了！不是只有鸟会怕吧？晚上看的话，真的会昏过去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受到很多网友们认同的贴文， Ripper 们无法小看的女 idol 实力。<音乐> 다른 걸로 절대 물들지 않게 네가 가진 살 수 없는 포커 페이스 점령해 네 맘속 place Hurry up baby catch me if you can I'm a geek the big paradox 쉽게 생각하면 널 지키는 killer 지옥 같은 순간 하나같이 넌 예술 살아있는 답이 내 눈 뜨게 해줘 넌 내 마지막 사랑을 태고 내 심장 돌아내 지금 내가 걸어가는 거리 블랙핑 4-way 사거리 동선한 복사방으로 running 이는 버킷리스트 아까 벌써 가기 가게 가지 가져 혼이 나가 채로 그저 어리버리 那么大家最喜欢哪一位女 idol 的 rap 呢？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